We run for the dream， 从白天到黑夜，我不需要停歇。We run， We run never stop， 就想让你知道，大雨中我也在奔跑。第七季开录之前，导演来找我和陈儿谈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还都是属于手足无措、不知所措。我只能跟导演说，这一季我们就放飞吧。这是你的耳朵，你的耳朵。哈喽，哎呦。Oh baby, I love you, love you。我的妈呀！九十年代第一代摇滚人，没见过谢逊把头发扎起来。行不行、啊？是我，你干嘛去？没法看，辣眼睛。哥，你有点包袱了。我怎么了？我没有包袱。没出来。我都已经这样了，这样了。你是我的回来。喂，快点出来！快点出来！我觉得搿只故事老适合侬啊！侬脑子瓦脱了，侬脑子瓦脱了，侬脑子瓦脱了。我同你讲，我广东话几好的，我平时唔讲。做啥？要用上海话啊！上海话讲啊！我讲啥物事？侬瓦脱我老老实实，瞎讲有啥讲的？现在嘎的，那叫割的。以为我们傻呀？有没有一种那个大逃杀的感觉？包别被抓到，别被抓到！啊！漂亮！哎，漂亮！我的优点这么多，随便写都是。需要这么久吗？浑身都是优点。计时开始。小猎豹跑得快。呀！这你们都不写，这都不写。他连我长得美都没写。对，好吧，那我换个路子，走肤浅路线。长得帅。我去。啊，要点了。身材好。身材不好。身材不好当然不是优点了。腰细。细吗？腰细。唱歌好听。轻一点轻一点，我看了都疼了。你们到底写什么？可以穿童装。可以穿童装，对不对？这个太亮了。童装是什么？谁穿童装啊？加油！等一下，凯哥已经输了，我赢了。你不要给男人丢脸了，啊？不会的，不可能。滚着，滚着，上得来吗？他三个来都有问题啊，都上不来了。是不是腿短？他三个来都有问题。是不是腿短？韩老师，他职业丢脸30年。比赛开始了，
对面是美丽风景。你蹬出来就这么点儿，你蹬出来就这么点儿，就这么点儿。你的表现真正印证了职业丢脸三十年。职业丢脸三十年，我要求擦一擦这里，太滑了。跟腿短也有关系了。腿短吧，还是因为吃不到的馒头第二组，开始。哇哇哇 ，Lucas 可以 ，Lucas 感觉好轻松哦，腿长而且胳膊也长。Lucas 腿长还是有优势的，凯哥。凯哥，你的腿真的有点短。就差。凯哥，凯哥，哎。喝点水，喝点水，来来来来，喝点水，收腹，收腹，喝点水，喝点水，喝点水，渴不渴？渴不渴？渴不渴？我刚才吃的时候啊，这馒头有点干。不行，等一下，抽筋了，抽筋了。正感，你刚才这个动作充分暴露出你腿有多短，他直接把自己的脚拿手就给抱住。怎么可能，我们弯腿能握到，你是绷直了能握到脚掌，太厉害了。腿长的人都摸不着。你们看看这折的139 club。 好想哭，好想哭，真的吃不到，好绝望。加油，海哥，加油，我不怕。好心酸啊，我肯定下不来了。哎呦，哎，陆老师，你怎么下不来了？没有重量，太轻了，太轻了。啊啊！OK OK OK， 恭喜陆老师获胜。Yeah, yeah.就想吃顿饭，容易吗？哎，哎，等会儿，怎么感觉长个不一样了呢？不一样了呢？一米三九，一米三八，一米三九，一米三八，一米三九，一米三八，不一样了哎！哎呀，笑死我了！一五二步，请准备。郑凯啊，你有优势。我怎么了？就那个高度上，你有绝对的优势。没有啊，我的劣势很大。海拔低的话，地盘稳。哼，这一五二步，请坐好下来。We run for the dream。郑凯内裤边都露出来了。哎，不要这样。这个我的个，你看，什么定是太硬了，奔跑吧！与其注意你的拳拳呢？让他们摔死了。这么急的刹车吗？你是不是鞋垫垫多了，底下不稳？要不要多？要不要多说话？
不是，是员工的下盘太差了。等一下，你这下盘这个样子，怎么放心让你跑业务？到站就下去。业务二部挑战失败，所以你们要接受惩罚。哎，一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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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有一位。其他人大家可以往后退。我。什么？跑出来一堆七仔。好了。啊啊准备！脸朝这儿，脸朝前，来，一二三，放！放！打！这就完了。郑恺，加油，还有一次啊！再来一次。成的，我还没结婚呢，我还没有孩子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好，王彦霖，来，走，走，王彦霖 ，CPR。天雷，感觉是弹到了郑恺的脑子。你重心能往下落一点，你劈开一点。凯哥，你动一动啊！很难。凯哥，你动一动，加油。哎呦！有技能，这个 OK， 这个绝了，这可以啊。凯凯，你动一动。哎，我特别害怕你把这个戳回去。我横着的时候扎不着，你竖着的时候扎。腰疼。张月嘴，牙签上。发射牙签，自己吹口气更远了。上牙签，哎，哇，这么厉害！郑恺，你从刚刚开始的表现呢？虽然呢是非常的搞笑，但是呢，可能从品味的角度来说呢，还是有点缺乏。来，我给你试个歌。读吧。不要使劲。贵族在化妆了。感觉这儿坐了一堆姥姥。突然之间爱上了这种感觉。很奇怪的一种。一种 feel， 就感受到了，感觉很美妙。我帮帮你，哎，好，哎妈呀，无条件选 A， 知道为什么选 A 吗？因为 A 有吸铁石，好的都有吸铁石。这是口红，这个不是指南针。你想一下，你放一支口红在包包里，然后它有吸铁石。他把你的所有的硬币，把你的手机都吸在上面，还能把你的卡消磁。但是有吸铁石更安全呢。吸铁石 ，Hello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绅士。好丑，好丑。Hello。想游泳圈 ，Hello。作为一个贵族，不应该跟这些野蛮人去争抢这些东西。Hello。咏春，叶问，加油！喂，喂，郑恺，你怎么可以推女生呢？哎 ，baby 那个好好看呢、啊。谢谢本人。看看，怎么了？
首先有请第一组郑恺和王嘉尔。你要看到他的字，不用看到他的脸。我可以给你们一点点提示，都是形容你们俩的。英俊帅气。来，准备。游戏是为了看，不是拔河。你告诉我，这怎么玩啊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小心小心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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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啊！难分胜负，铁公鸡。因为你停了，太不容易了，真的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就像一回回忆，只说把我出卖。我的心仿佛被刺了。你看看我这有厚厚一沓子，我天哪！你们对我做下的事情。我帮你念啊，用鞋拔子重创郑恺的额头。是谁？谁？朱亚文。晨哥，我记着呢，怎么能这么大劲儿打我凯哥？要不要借这个机会还回去？你先看看你自己的，这片就翻过去吧。别，这片得隆重的推出一下。利用自己在中年女性中超高的人气，导致郑恺被阿姨直击面门。吃奶杀手，不杀手，吃奶杀手，直击面门，历史还原一下。哎呀，来接着念，接着念。卢卡斯用广东话念一下，速度快，比凯哥形成鲜明对比，抢咗凯哥嘅风头。这个不是欺负你啊，是自然碾压，就是鲜明对比就给秒了。对，接着念，接着念。参加节目以来，从身高、身高、身高，力量，多方面对郑恺进行侮辱，太直白了，让郑恺颜面扫地。李琦，这个就是你不对了，赶紧给凯哥道歉。颜面扫地，凯哥，凯哥往这里扫，凯哥往这里扫。再试一下，什么叫颜面扫地？哥，你脸借我用一下，我来扫。你们考虑好你们的一言一行啊！一言一行，颜面扫地。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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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宣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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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？因为凯凯这集录制其实非常努力的，但是呢，他或多或少都被你们欺负过，所以今天为了补偿可怜弱小又无助的凯凯，我们专门设计了这个郑恺的房间。哎，我这个是不是一使出来全死了？太厉害了，一点悬念都没有。大喊佛山狮子吼，其他所有人将会抱头发疯30秒。Action！佛山狮子吼！
直接用武的武功。一二三，木头人，谢轩。天哪，这是什么技能啊？怎么有这么变态的技能？哥，你可以吗？什么？我撕你的话，现在啊？那我先跑了。那我也跑。这就来了。喂，你这欺负伤残人士，这样不好。你这样不好。是啊。在家看到没？有吗？谢坤正喊啊！谢坤正谁啊？耶！救死扶伤，郑恺。谢坤正喊复活。谢坤正喊复活。啊？什么情况？还有此等好事，复活的功能。有仇的报仇，有怨的报怨了。等一下，哥。来，我来行动。郑恺，看。哇，那么厉害耶！谢坤郑恺傲，谢坤郑恺傲，郑恺怎么又 out 了？走。那你又被谁 out 了？远哥。怎么 out 的？死啊！郑真死啊！真死啊！远哥可以啊。可以的。救死扶伤，郑恺。谢坤郑恺复活。谢坤郑恺复活。为什么我不能被复活？我能把机会让给别人吗？谁有这个功能啊？到底是？好累啊。幸亏我今天先按摩了一下，要不然我跟你说，今天金毛狮王谢孙就是一只乖巧的小猫咪。来吧，撕了啊，师哥，来吧，承让了。哎呦！你是会摔跤吗？今天啊，主要是我按摩椅坐多了，肉有点松，知道吧？平时其实不是这样。第七季开录之前，导演来
找我和陈儿谈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还都是属于手足无措，不知所措。我只能跟导演说，这一季我们就放飞吧，就只能放下一切，放下身段，放下所有的包袱，放下所有的思想的顾虑。长得帅，说什么？我说我是不是？太狠了！我实在忍受不了了。啊！我的啊！妈妈！就妈妈！妈妈！对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对。